求非常清楚，就是旧金山合约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国际地位，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，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日本是本土台湾人的祖国，被占领地的百姓不用当兵，也不应该当兵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是唯一的出路，这就是我们六项主要的诉求。我们主要就是所有的本土台湾人在知道法理之后全部都站出来，全台各地每个州每个郡都已经站出来，有超过万人以上在这边集合，就是要对台湾人民诉求，这个法理上的真相已经出来了。以往在台湾的游行都是人民向政府诉求，这一次是台湾民政府向人民宣告，因为在今年的2月28号，台湾民政府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的地方法院提告，因为这次的法律的提告让台湾国际地位凸显出来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至今仍然有效，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。台湾民政府是2006年在美国提告之后，美国军事政府底下所成立的台湾民事政府，这是按照战争法必定要成立的。一旦有军政府，就要成立民政府。是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台湾民政府2008年成立，直到今天为止。台湾民政府的成立是完全按照国际法、战争法，被占领地的百姓应该组织民事政府。它的背景就是美国军事政府辖下的台湾民事政府，它的全名应该叫做台湾澎湖诸岛美国民政府，简称就是台湾民政府。目前台湾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但是我们是完全按照战争法、国际法底下所成立的民事政府，这是不一样。我们这次游行主要就是对台湾人民宣告，因为我们在今年2月28号已经在美国华盛顿 DC 地方法院提告这个诉讼案的结果，就是旧金山合约至今仍然有效，确立了台湾的国际地位。